大家好，我是叶若明，欢迎回来皇家骑士团。那么我们就继续来。对，我们就继续来吧。我们上一集我们老姐离开我们了，对，她好了，对，也没有说跑了啦，就是。是选择离开了我们，那么我们在这里，对，给大家看一下新闻，对，我们有新的新闻，我们这边狩猎这边有一个新的狩猎场，对，我们可以去那个地方，对，去探索一下，对，那我们我打算就是要去探索一下，对。然后下一个，我这边大家有兴趣要暂停看一下。哎，那我们出发吧。放八个，侦查一下。有鸟。又获得力，歼灭敌人呗。
懒你跑是不是？
轻松获胜。那么我们还有很多这个地方很大，会是大森林，我们就努力的探索吧。对啊，那么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先到这了。没错，我们一天就是一集就是一个战役，一个战役，一个战役的。对啊，那除非有双战役，像上次那个双战役一样，那个就是另外的啊。对，那今天这一集就先到这啦，谢谢大家观看。那希望我这边帮大家订阅，有什么想看的游戏在下方留言告诉我，就去玩。那我们下期见喽，大家啵啵。